terima kasih atas jasa kalian untuk bantu untuk negara Taiwan ya, bantu dalam bidang perikanan. Ya. Terima kasih lah pokoknya jasa-jasa kalian gitu. Pincang nih, cuman sama Kapten ini cukup lau pancing Tai Hao. Sebagai apa sih? Kalau Kapten ini juga sudah semua anak-anak di sini bertanya bukan manggil Kapten. Manggil Papa. Oh, dia so, jadi so, 船长都是爸爸。不是船长哦，是爸爸。对船员来说的话，就是语言的沟通很重要，熟悉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会很放心。我的职务是通译，约署这边如果在跟船员沟通方面的一个桥梁，岸边这边来有船员进来的话，我们就会过来做访视。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先让他们看一下影片，那内容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来这边的目的这样子。后来会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说的当然都是保密的。后来我们就会开始做问卷的询问这样子。他们是有透过印尼的中介上这艘船的吗？Kerja di kapal ini semua ada lewat PT Indonesia ya. 那我们平常我们来这边，我们就会先了解一下他们在这船上坐多久。好，工时跟工资方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有什么遇到什么学术的部分，我想他们都会向我们提出来，那我们全力以赴的给予帮助。我们有参加工会的 FIP， 是从去年开始就执行了。这个组织里面有25艘渔船，透过渔业精进计划，在渔船上面安装了 CCTV， 还有一些充气式救生梯。我们会让船员主动跟家属联络。今天天气比较好啊。OK， 拜拜。还有，我们每天都有记录工时，叉叉的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如果全部叉叉，就是那天整日休息。整日休息。有经过轮休，也跟家里联络，船员心情一定会比较好，工作起来会比较有效率。Saya sudah berada di sini, bekerja di sini sudah selama 1 tahun, dan sistem kerja di kapal sini.Saya merasa cocok lah, dan juga untuk pemerintah Taiwan yang sering mendatangi APK-APK yang ada di sini, yang sering bertanya, sering memperdulikan, dan sering berbagi informasi lah tentang kesejahteraan pekerja di sini.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生活进行一个相关的改进。现在推行的是在所有的船上希望装设 RO 设备，让所有的水消毒跟净化的部分。渔船进港之后呢，之后都会进行船上的大清消的部分。基本上台湾政府在做的就是所有的中介作为每年度的稽核跟评鉴，我们把这个制度也推到印尼去了。我们在渔业署的网站上，我们都可以查到评鉴的中介积分是怎么样。我们工会也跟印尼的渔工工会做一个合作，从中介到应聘之后，整个是一条龙的服务，让他没有强迫劳动的一个情况发生。船公司跟船员、中介三方所达成一个给付的协议，据我所知，现金给付的占满一大块的比例。如果不现金的话，那就我们就直接汇到你渔业署的规定啊，船员所提供的账户。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们才刚刚完成一个2000多人的一个薪资调查哈。其实领我们渔业署所规定的最低薪资哈，大概人数大概在3成4成左右而已，其他的都超过这个数字。他明年回来，我们就在那个多功能船业中心等他们。那我们有一些的访船、访视的施工，搭配通译去跟他们接触，来访视外籍渔工，啊，还有一些心灵的支持，天主教或是基督教，同宗的我们会关怀，不同宗教的我们也会心灵的支持、鼓励，甚至在我们中心来聚会。粤语人权这个行动计划是我们政府跟产业界要共同努力的目标，那加上民间也有很多关心这个议题的团体一起来监督合作。那我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伙伴，所有的业者，
还有我们在渔船上跟我们一起努力的这些外籍渔工所有的伙伴，我们一起来努力，让台湾的渔业与人权做到更好。好啊，那个